其实强的一支狙击到二狙一步，水小。 三场，两只在屁股。 画面是会累格，我看自己实况，画面有点累格。 而且比较喜欢 K20，射速快，伤害高，有点就以前我爸的感觉，子弹，哇，点点掉了，实况很糟糕。
知道了。那个可以慢慢解决，但是后面出现的话先发掉了。Reload， 还是优势。特区吗？子弹很多的那种，但它倒不是像 M4 是蜘蛛状的那个散射这样子，而是它直线上去，所以弹道会比较好。石油比例都好热。谁的谁的谁的毁了，包捡不到了。哎呀，头没打到就算打了。两抽啊，两抽。一把是这把 R93 烂枪，然后一把就是他家枪的，子弹很多，子弹超多。还有一点呢，我觉得他还有第二点，我觉得是增加伤害的一点，无可比拟的好用。Good job. Go, go, go. Charge. This way. Come on. Fire in the hole. Fire in the hole. Oh, 都太饿了。Roger. 哇，这个大。
个不是一定有的，那讲话比较小声是因为。讲话比较小声是因为要避免去。哎，打都没死，两个没死。中差，那闪电不是神吗？会不会有声音哦？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声音，有没有声音。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 противника сломлено! Йо йо, на это не могу, а на это же... Пенна. Смена магазина. Бросаю гранату. Татьяну.现在还是用那一般的，没有拉高。饿爆了。понял。把前面烧掉，так держать，我直接改一下好了。希望不大喽。Граната противника.预设格式改成24位元了，我现在是好调高了。